Yeah, that's mild for Koreans. I can see that, but I couldn't go much spicier than that. Good. I think you can stop recording. I feel like embarrassed because I need to drink some milk now. Did you turn off the video? Pretty good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Sony， 大家都好吗？希望在看影片的你们和家人都健康平安。疫情在德国逐渐被报道严重性后，不管是超市、药妆店等，都是呈现这副状态。干货如面粉、罐头食物、生活用品如卫生纸等，架上都被扫光光，连网路上都是一物难求。经过了五六周，干粮、日用品终于渐渐开始补货了。各级学校停课到现在已经超过六周，我也已经慢慢习惯三小一天24小时都在家里的日子了。除了被强迫几乎每天要准备三餐外，还要尽量找些活动或是做些不一样的东西献给两小。重点是他们有时候还不领情嘞。小朋友，早上起床去换衣服了，赶快啦。然后你早上要吃什么？之前的影片跟大家提过，因为这样的状况，我没办法像之前随心所欲录计划好的影片，以至于一直到小孩复学，长子重回办公室上班前，我的影片产出和播出频率都会像这一阵子这样低迷，只能请大家见谅了。妈妈，我来帮，还可以帮忙倒垃圾，折衣服，折衣服。也因此呢，能分享的影片内容也会比较偏向于小孩和食物的主题，因为这就是目前每天把我生活灌满的人事物呀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是第一支要跟大家分享的居家防疫生活影片。在接下来几个相关的生活影片中，大家除了可以看看这一阵子我们平常的作息生活，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我参考其他妈妈创意手做给小孩的玩具，还有因为被迫要做三餐而发展出来的新彩色。在刚刚的片段中，大家应该有看到朵朵和豆米的一些娱乐活动吧，像是拼图、有声书。拼图呢，豆米非常喜欢那种超级大片的地板拼图，很适合他还不是非常灵活的小手。豆豆呢，虽然早就已经进阶到1000片的拼图世界，但还是很喜欢跟咪咪一起玩大片的拼图。有声书是我之前就跟朋友借了巧虎800年前出的，他们一开始不爱听，托疫情的福，他们现在竟然爱上了。当时想说先试试水温，只借了5集，当他们不想重复听的时候，我就会放侯佩岑的《为爱朗读》。妈妈，我这个买在科隆的。不是，不是在科隆买的，在 Maastricht 买的。我在 Maastricht。 妈，豆豆怎么说 Maastricht？有时候即使他们没有真的在听，我也就是放着当背景声音，希望他们能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一些中文。哥哥把一个豆豆下来，哥哥把一个这个弄到这里来了，弄到床底下了是不是？那你有没有玩？有。你有玩的话，要不要帮忙 ？Yes， 安娜，安娜。Yeah.
每次看到他们两人玩得这么开心，豆比就会说这时候才能深深体会到生了两个孩子的好。接着呢，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居家体能活动工具吧。溜滑梯呢是搬家前没有卖掉的，我想说反正这公寓的阳台挺大，就放着吧，没想到现在派上用场了。豆比这人常常有令人喷饭的点子，外面天黑了，他怕吵到邻居，也怕太冷，干脆直接把溜滑梯搬进来，我真的是快要昏倒。再来呢是大家家里都有的床垫，因为帮豆米换了大床，这两个原本放在他小床旁边的客床床垫，在客床拆了后不知道可以收在哪儿，就变成了他们的玩具。虽然在家里很碍眼也很占空间，但这段时间他们确实帮了很多忙呢。朵朵和豆米常常用的床垫当溜滑梯、弹簧床等等，常常玩得不亦乐乎。再来呢就是亲子休闲活动啦，在家野餐这点子啊，其实是因为某一天我们想要避开人群，但又想带两小接触一下大自然，就想说那去找个有大片草地的公园野餐吧。当时的德国还没有防疫的警觉，所以我们开去不同的地点，但不是人太多，就是草地太湿软不适合，最后只好回家野餐了。没想到不仅方便多了，还别有一番风味呢。那一次之后，两小就时而不时的想要在阳台野餐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，还可以溜滑梯，甚至很方便的拿玩具出来玩，拿书出来看，看看他们都会享受啊。妮妮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就野餐了。要野餐了，对呀。妈妈，爸爸要周末。没有啊，爸爸要上班呢、啊。我们自己先来野餐，好不好？这次的疫情虽然在生活上带给我很多很多的不便，没有自己的时间，出门买菜办事不仅要跟豆比瞧时间，还得有齐全的防毒装备，买的东西和快递送来的货都要消毒，回到家衣鞋都要消毒等等，但也让我学会了跟三小长时间相处，磨磨自己的脾气和耐心，真正花些时间和孩子相处，多了解他们，也让我发现许多创意点子和发掘新事物。很多事情真的是两面的，再怎么难挨，日子还是要过，要怎么过决定权在自己。大家都在用力过生活，正在看影片的你，如果生活不如意，我想跟你说，你并不孤单。最后，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度过这次全世界的灾难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儿啦，希望大家还喜欢。喜欢的话，就请大家按个赞。今天刚好路过的朋友，也希望你们能订阅我的频道。订阅后把小铃铛打开，这样以后有新影片的时候，大家就会第一时间接到通知。那就先这样啦 ，Stay safe, stay healthy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